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好奇怪！等一下，我玩一下。是好奇怪。咱还是要一个正常的光吧。眼睛有点肿，是不是？轩丽九点吗？是什么意思？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嗨，哦，轩丽九点了，睡过了，睡过了，属于是。嗯，不错吧？是之前的那个帽子。嗨 KC， 晚上好。醒了。我就是，但是我有点担心，万一等等我睡不着了，应该是不会的。晚上好，嗨，晚上好。你们等一下。其实今天也没有特别冷，但吃完饭之后就有一点冷。嗯，我的那顶帽子呢？哦，就在我旁边呀。我觉得，要不不戴帽子了。但是今天眼睛有点肿。那是口红涂的，对啊，230。就刚睡醒，那这个什么时候才好？我喜欢把口红涂在这里。不是啊，对啊，辛苦了，你们辛苦了。903说你们把嗓子都喊哑了，就为了给我撑场面。谢谢你们，真的是一个人喊出了十个人的气势，特别厉害。晚上好。没有，房间不冷。所以你拍了吗？忘了介绍俺们的湿巾和口罩，因为里面没有。但是口罩呢？口罩。我带着它就是最好的宣传。嗯，晚上好。嗯，没有喷发胶的，就是握手会，因为
没有出汗，我头发不做造型又不行，所以我就没有洗头，还不错吧。嗯哼，谢谢夸奖哟。所以不戴帽子好吗？还是你们觉得应该戴个帽子？好像别戴帽子了。哦，带回来了，给诺诺带了门帘回来，我觉得很可爱。等我给诺诺买新房间，咱就是有空的时候重新把房间收拾一下。对，我也想的是不戴了。我看我现在这个妆，感觉应该就是重新画一下，补一下，但是我有点懒。怪乖的，我本来就很乖啊。因为觉得你用不上，用得上。我可爱用湿巾和口红了。晚上好，刚刚在找帽子呢。为什么充不进电啊？哦，原来插错了呀。我说怎么一直没开机呢？插错另外一根线呀。等快递到了，我给你搬过去。搬什么呀？要不要戴个眼镜？嗯，太远了，在门外不想去拿。晚上好。奇怪吗？乱吗？现在？湿巾给我的吗？那还是以后握手会都可以发发，也不用，我每次拿那么一点儿就行了。都给我的话，那我浪费物资了哈。嗯，我以为你说我头好大，说话好软。我已经分不清楚你们回我的是哪句话了。你们觉得我这个发色是要比五零好吗？还是我去染个黑色？我的礼物吗？真的吗？我最喜欢收到礼物啦。嗯，这口红，嗯，收到的，谢谢。百纳窝窝头1块钱4个黑黑送的99个 TH2 的荧光棒，祝你和 TH2 和你退和你越来越棒。嗯，嗯，好吧，那就不染了。那我想问个问题，你今天有没有人想要业务的呀？没图没图。那它长出来了，我就得染黑了，然后就一直要黑色了，好吗？这个衣服好不好看？可惜今天你们都没有办法见到，下次去剧场的时候穿吧。就这个衣服，里面也没有办法见到。就是这个毛。这个毛被我染断了，被它炸了。你们等一下哦。因为我
好像。我们等一下哟。我想放歌。嗯？什么？谁放屁？谢谢天赐荧光棒，所以你们都不知道是谁啊？谢谢玫瑰花。哎呀，诺诺就是这样的啦，可能就是有一些溺爱的妈妈吧。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Oh my God！ 谢谢糖果，谢谢玫瑰花，谢谢玫瑰花。你说了你最喜欢第二首，你不是瓜妈吗？是你说的吗？对，诺诺他想出来了。谢谢你的十朵玫瑰花，谢谢，祝你永远有钱花哦。刮的不是很懂为什么连不上 WiFi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？擦干泪，不要问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他们改名字了，到底哪个好看？罢工，罢工什么呀？你想睡就去睡啊，你快点去睡呀。我觉得心里有一个动作像举哑铃一样。什么明天就出来 ？Oh my god！ 有收到风吗？我还以为收不到风啊，环境比较艰难，不好意思哦。小小的阴阳怪气了一下，但是也没有很明显，要不要再明显一点？没弄好，我拆开，我应该早点把那衣服拆开的，就是那个衣服的下摆都没弄好，然后这里也没弄好，可是我们把它带回来，确实蛮累的。你们在这里腻歪我的超人，你们的超人的，太腻歪了。谢谢秋天的奶茶。嗯，什么晚上的瓜不甜的？好渴，但现在已经没有饮料店了。
明天可以稍微睡久一点。明天出发时间比较晚，所以这个发型可以吗？就不戴帽子，好吧。就是你们修图是要帮我修一下这里，就把这里推进去一点点，然后把这里和这里拉出来一点点，这里和这里拉出来一点点，然后这里推进去一点点，这里拉出来一点点，就是让它线条就是圆一点，眼睛放这样子，我平常眼睛会这样，你们就帮我弄到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帮我把眉头弄上去一点，在线教修图的。然后把我的眉头弄上去一点。我明明已经画的够八字了，但是拍出来还是一个挑眉，我不喜欢挑眉。然后两边脸有点不太一样，是这样子的，你们把这边弄上去，把这边眼睛拉下来一点点，弄对称了，这张图就可以。然后有时候我有一些角度现在不明啊，你们看这里有法令纹，泪沟，帮我去一下。哎呀，不要嘛！好温柔，谢谢。你们不是让我教你们吗？全是戴口罩的，戴口罩的那就没关系了。但是我之前不会戴口罩，口罩戴出来的脸都是大大的。然后今天买到一款口罩，就是收脸的，或者是说戴那种普通口罩。不过跟你们说，我们家的口罩，今年做的我们家的口罩，新买的口罩，超级好看，超级舒服的，没有味道的，真的，而且样式也非常好看。虽然它现在只有粉色，但是我们准备出 B 版了，就是那个有黑色的，所以男孩子、女孩子都可以戴，就想要酷一点、想要可爱一点都可以的。没舍得用吧，下次再来找我。再给你们，或者是说，咱们就是再开一个购买链接，好不？对呀，我拿了你们的口罩，因为涂了口红，你没有，真的很好看。不行的，他们说如果我打开你们的网盘，你们那边会有记录的，这样是不行的，可不能给人抓着我们的把柄，因为我头发染断了呀，所以就炸毛了。为什么我连不上 WiFi 呀？Hey Siri，没有连互联网不可以。怎么关掉你啊？怎么重启你啊？
可以了。真的，我把你 Siri 叫出来了。Hey Siri，Hey Siri，那总不能每次都是我修吧？我不知道啊，看工作安排。不会关机的。天猫精灵没有看到他了。那我修了，我就自己发了。对哦，我改天要去杭州拍照片，就是说，之前就是那个照片，你们记得吧？算了，我要不染黑了再去吧，感觉他们只能拍黑发，带垃圾的。对啊，嫌他丑的那个，但因为他不退钱啊。为什么不去了？我不要。浪费车费和时间，车费也就70多块钱，已经交了几百块呢。这个发丝好看吗？但是拍照出来不一定好看。耶，连上喽！算了，就几百块，不好看也要生气。几百块不是钱啊，不行，几百块呢？几百块呢？我想的是他们拍完了，我可以自己修。
什么动画片？有没有要点业务呀？好了，今天看人还是蛮多的。我几点开始直播的？你在欣赏自己的容颜？对啊，因为我总是忘记，然后我一抿嘴它就会裂开这个位置，就是不过现在好了，就是我抿嘴它不会裂开了，而且每次化妆我要遮它，这两天我就没遮，握手的时候我也没遮。包黑边的眼线，你们真的没看到，你们看到以后一定会真的。谢谢平安果，谢谢荧光棒。那我现在就画一个，好吧？好啊。晚上好。看看嘛，为什么不能去？每次在网上看到人家化妆化的好看，我就在想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画过黑眼线呀，就我眼睛很肿，这两天。可能是因为太久没吃东西了，然后这两天吃的东西都比较辣什么的，然后加上就是没休息好。就真的很丑啊，怎么好好睡嘛，哪有时间好好睡。我自己化妆就可以了。晚上好。你是说这个吗？染断了，血的教训。没想到我排练还挺快的，可能就是自己的本，就是自己的这本体得心应手吧。对啊，断了还蛮快的，但是就是会有点尖，就是头会有点尖。
乱讲话！明明我现在更瘦。什么新的东西啊？不过确实可以更瘦的，染断了。晚上好，好吧，我回来一趟，没一会儿就被拖出去吃饭，吃饱了就好睡觉呀。那也不是，我觉得我肌肉还是很壮。哎呀，不和那些根本不关注我的人说话了。我好好吃饭呀，我今天吃饭了呢。我跟你们讲，今天我上飞机之前吃了，我现在肚子都消不下去了，都怪你们。肚子，我今天吃了麦辣鸡翅，然后本来点了个琵琶腿的，哦对了，我的这个发票不见了，点了个麦辣鸡翅。谢谢巧克力，然后吃了个麦辣鸡翅，喝了几杯可乐，然后就没吃了。然后到回到这边之后，又吃了昨天的田螺姑娘，打包过来，吃了好几个鸭架和鸭腿子，不是鸭腿子，鸭架、鸭翅膀，还有鸭爪子。然后晚上跟他们一起去吃了半步颠，就跟小高一起吃了半步颠，吃了青菜，吃了掌中宝。这还不算正常啊，这还不够啊，谢谢巧克力。这肚子真的很胖，现在真的又转过来了，你们看我都肿了，这是胖的表现。一点不辣。小高应该住酒店吧，看得出肿死了，我都很久没那么肿了。我睡了呀，刚刚不是睡了吗，还迟到了呢，本来要酒店直播的。怎么不叫睡了？虽然总是醒，确实我感觉我跟没睡够，没睡到，不是没睡够，是跟没睡到。不过我现在就是，只要一有机会睡觉，我就会马上睡着，就是马上昏睡过去。比如说一上飞机，我还特意点开了一个电影叫《了不起的爸爸》。然后真的刚一飞，就是他不是要先冲一段时间然后飞起来吗，他好像还在冲的这个飞机还在冲刺的这个阶段，我就已经睡着了。然后中间我隐约记得空姐问我们要不要吃东西，然后我说不用了。好的。
然后今天吃完东西之后，在车上也是一上车没一会儿就睡着了，然后一直睡到中心。不会的，怎么可能，我从来不睡觉直播，现在没有前两天那么困了。你们也是啊，你们也很辛苦好吧，别只说我好吧。就是我怎么不爱放自拍呢，因为我觉得我丑啊。恨不得把手机扔了。嗯，直播睡晕过去是有那么一两次，真的。真的。确实自信很重要。我记得看的那个一个抖音视频，就是论自信和气质到底有多重要。而一开始就是那种很害羞的，就是比较畏畏缩缩的，然后走在那个跑步机上面，然后慢慢的就那个，你们看过那个吗？对，可是我觉得就是，其实黑发还是要更大气一点，对不对？使命的安慰自己，不要再搞浅发了。我也是，我已经好久没刷抖音了，怪不得我被抖音限流。而且我发现最近没什么好拍的，我原屏退出抖音。艾特我，我能看到，我会看的。给我发私信也会看的，就是抖音的，看到过几个。哦，也不是经常会看，因为我微博的私信是关了的嘛，但抖音的没关，但是我也不会看，偶尔会看到，因为它是那个未关注的人都在都在一堆里面。有时候会偶尔看到，就是发的第一句的几个字这样子，翻个白眼，因为最近刚好看到不好的东西，什么男仆？哦，对，我男仆会要继续更。知道了，咱不理垃圾。软软的男服是什么？好，突然有种杨过之感。对啊，真的有点重。
什么店？这叫哥哥，我觉得很美啊，我觉得很美啊，什么眼神？头发长了很多，因为接的呀。万一我不能上这个公演呢？那既然你都弃票了，那我希望我能上。晚安，快睡吧，好梦。行，如果不能上，我就在这里跳。好主意。能退吗？真的好准啊。退票要拉黑的，那你还是别退了。能点呀，我一直在问大家的业务是什么。之前大家送了那么多业务嘞。好想这首歌。一起聊啊。好哟，那我能听完这首再听吗？你是问谁是花吗？谁是瓜吗？新来的那个，你是随便点直播点进来的吗？新来的，新来的，嗯，是你。你是随便把点进直播点进来的吗？还是看了什么注意到我的？人家都没说呢，你们按头。我怕你不懂我的性格，最认真的性格，最厉害的角色。你们别吓人了。说不定人家是爸爸。今天没几个人。你看人家都不说话了。要点好运来吗？你们帮我登记哦，我都不记得了。其实是男友，很喜欢私藏。我以为你说你是男友饭，然后这几个月和他看公演还有无聊。那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完全发现你完全是我取向，就入坑了。我是女生哦。好的。那你是喜欢男生还是？哪有问题了？好了，我要放好日子了。那你是喜欢你有我？你看我的哪个？你是看哪一场公演吗？嗯，
对啊，我说是男朋友，我只是问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呢？56729782。是好日子还是好运来啊？晚上好呀，嗨，你怎么改了名字啊？嗯，和他看公演好无聊，他看的都是些什么物料？我知道了。等一下，那你第一次注意到我是什么物料或者是公演吗？哦，所以那我猜你应该是看了圣诞公演吧？运动会好远哦，蓝头发，蓝头发确实吸引了不少人注意。那你是怎么入坑的呀？那个太傻了，我觉得我不应该哭的，但是我就是害怕气球。什么开的挺离谱的？我不是开的挺好的吗？我开的很好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有业务啊。嗨，903，晚上好。谢谢秋天的奶茶。903火了，为什么？一直很火呀，903是狮子头。冷静一点！什么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正道的光今天又洒在了大地上。我好喜欢看那个抖音啊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。正道的光今天又洒在了大地上。超好笑的那个，就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情，他就会拿铲子去把它埋掉。好了，下一首什么歌？还有人要点吗？卡门的男朋友是什么？哦，对了，你们要提醒我，我准备就是说，等 B50 结束之后有空了，去录个音，因为我在这边之前录低烧的那个棚。
就是说办了一张音乐，办了一个录音卡。然后它是有，就是这个开卡的期限的，我不能超过那个时间去，就是说开卡，录什么还没想好，录刮花风眼，其实可以录鸢。谢谢你的20个天赐荧光棒，祝你和天赐和你推越来越棒哦。怎么又是圆？其实我想录一点村外的歌曲，我想录一点自己想录的歌曲，就是因为之前都是演唱啊，或者是说就是录来其实没什么用，只是记录作用，你们懂吗？就是之前一直都是说唱给大家听，或者是说再唱吧，就是感觉录得有点随便什么的。我自己有一些比较喜欢的歌，我就觉得在我这段还能唱歌，觉得有点奇怪，就是最想唱歌，就是还非常热爱唱歌并且还能唱歌，就是有条件唱歌的情况下，就去把这些记录下来。网易云不一定能发，因为我没有那个音乐人，但是应该可以发微博和 B 站。对啊，就是因为感觉以后不知道嗓子怎么样，没法练。对啊，我就是打算录河外去了，但是有可能我一开始会先录以前我就是自己喜欢的歌。那我心动肯定要录呀，我也不想这样，肯定要录呀。我还想录我，哦，我恨我爱你，完了，我的名额一下就用完了。没有的，我是接的头发。不过其实我拆头发之后，我头发也不少。你看我星座公演了吗？但是我第一次去就得开录了。怎么来来去去就是几首歌，确实是，但我只是想做个记录而已。不要讲那么难听的话，你们。那我不发了，好吧？我自己录了，我就不发了。反正我只是想给自己做记录而已。等录了新歌我再发，好吧？我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能点唱。我自己一点时间都没有了，你怎么练新歌嘛？练了新歌，然后又要唱，唱出来唱又不好，然后又被打。那这些歌我都没有好好记录下来吗？我觉得现在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录音就是《昨日清空》，那也不用期待，没事。对不起啊，最近情绪比较焦躁，比较暴躁，就很容易说话一下就凶起来。今天把两位送机的小伙伴好像也凶了一些。狮子座暴脾气，
也没有经常凶你好吧，这不能叫凶。确实。我想把自己想录的歌曲先录完了以后再去录新的歌，这些歌对我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就是我想把它自己做成一个歌集的那种，就是我这个偶像人生中，就是我觉得这些歌就是应该记录在我的歌词里面的。那现场唱和直播唱是另外一回事吗？我想要比较完整，然后比较就是没有那么多失误的，就像这不是 live 的，是 CD 的感觉。你刚点了几首歌，想不起吗？是点唱哦。我好像不太会唱。四周美女有那么多，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。他还没开始唱，你就试试而已。是这样唱的吗？你的四怎么还没唱？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，但是好像偏偏看中了我。爱过后就不来找我。总说你很忙，没空来陪我。晚安，好梦。原来友谊只是其中一个，万分难过，问你为什么？难道痴情的我不够热火？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。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到昏天黑地，电话打给你，美女又在你怀里。恨你恨你恨得恨得心如雪地，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。我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算到放弃，良心要木有，你的良心都叼走。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快忘记。天亮的美女手寂寞，我为你留这首歌。我的被窝里没有辐射，点烟也不用吃很多，不必再考虑，不必再犹豫，我要送你一辆跑车。夜晚和我咬耳朵，不要怀疑我的爱很多。说伤不起，害怕我把你抛弃，别再考虑别的意义。我这叫我一声亲爱的，其他什么都别说，然后我们一起火锅一起唱着歌。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，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。恩爱过后就不来找我，总说你很忙没空来陪我。你的微博里面辣妹很多，原来我也只是其中一个，万分难过，问你为什么？
难道痴情的我不够惹火？想不起，真的想不起，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到昏迷海里，电话打给你，美女又在你怀里，我恨你恨你恨到恨到心如雪地。想不起，真的想不起，我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算到放弃，良心有木有，你的良心都叼走，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彻底忘记。想不起，真的想不起，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到昏天黑地，电话打给你，美女又在你怀里，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心如雪地。想不起，真的想不起，我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算到放弃，良心有木有，你的良心够叼走，我恨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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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彻底忘记。想不起，没有空做花手了。另外的业务，谢谢玫瑰花，谢谢玫瑰花。好，早点休息，经常来看我哟。哦，谢谢艳萍大帅哥，帅死我，送的99个天使兔的荧光棒，祝你的天使兔和你推和你越来越棒。好。永远是你的宝贝，宝贝，宝贝。喜不喜我的爱？保护你，因为爱。我怕你不懂我的性格，最认真的性格，最厉害的角色，因为你说看起来像爱玩的男生，以为我在骗人，感觉你会不认我。如果你愿意相信我，等待自己可以比一比下了，我也想见你的心，没有见到，因为想要留爱。睡觉吗？我大概1:30要修，只是因为没有家要修，但我想剪多一点，实际上，太少了不好看，改天我自己试试。真的吗？很肿，我觉得不太好看。不过这个眼影是真的好用，我决定以后常住了。好哟好哟，绿茶妹妹晚安，好梦。那你可能数不过来，嗯，我觉得可以剪，反正可以分到旁边去的嘛。你们看，
是吧？我还蛮适合这种上挑眼线，就是要顺着那个，我要先顺着这个双眼皮画下来。晚安。Right now。好想看他的歌词，说实话。哦，睫毛弯弯好。我从头看一下这首歌。嗯，就像是在一个内部消化的外围，就像是当你非常想要可乐的时候，只有百事可乐，就像是你终于收到一条回复讯息，却是你妈妈发的，就像是你们刚分手，他们就播到你的歌。我知道他们说这有点愚蠢，但这就是我现在的感受。我讨厌，现在就知道。我很喜欢睫毛弯弯哎，甜心教主来咯。对，我没有念啦。清醒一点了，再逼我零啊。这感觉真好，而你对着我微笑，温度越来越高，怎么办才好？眼神的毛毛小鹿在乱跳，跳上了心扉，轻轻荡秋千，脸上红苹果，滋味真甜美。Baby， 你是谁？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？好喜欢你，据说好久不见，明明才见你一次面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眨，化妆的嘴边怎么会转弯？你的微笑像月弯一弯，气氛好浪漫，需要你陪伴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眨，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。夜晚的风吹吹什么？吹一只动情的人。心蹦蹦跳跳，灵魂快乐出窍，这感觉真好。Oh， 你对着我微笑，温度越来越高，怎么办才好？眼神的毛毛小鹿在乱跳，跳上了心扉，轻轻荡秋千，脸上红苹果，滋味真甜美。Baby， 你是谁？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？好喜欢你，却说好久不见，明明再见你一次面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啊眨，化妆的嘴边怎么会转弯？你的微笑像月弯一弯，气氛好浪漫，需要你陪伴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啊眨，心动的世界变得好浪漫。台湾的风吹吹什么？吹一只年轻的人。我去拿个东西，突然觉得那个头饰很适合。谢谢荧光棒，谢谢玫瑰花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眨，化妆的嘴边
怎么开转弯？你的微笑像月弯一弯，是否好浪漫？需要你陪伴，千万万里记着阿娇，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。夜晚的风吹吹什么？吹一见钟情的人。我已经是阿娇，因为很适合这个衣服哟。是否好浪漫？需要你陪伴，千万万里一起找一找，变得好好玩。懒懒的风吹吹什么？吹一见钟情的人。不用上班吗？晚安，好梦。那快睡吧，我应该1:30就下。像假发一样。挺好的，能偷懒，就很快的。睡了着。为什么不用睡？真的好看，我今天发现它有点偏绿了，我得用那个去黄的洗发水。帅，我不是会的呀。那些灰色什么的都很容易变绿的，就是黄黄绿绿的。快筛，不知道快筛是什么意思，就是感觉它有点压头皮。对啊，就是有一点黄褐色，不喜欢。我喜欢那种奶茶色。就是它得是，它得是那种奶奶的颜色才好看，奶奶的灰色。嗯，点什么歌？晚上好。我也觉得这个很好看。为什么被骂？姐姐真漂亮，可以都放。
什么？原谱的，你们做了什么？不是这首吗？加马南普的姐姐真漂亮吗？哼，无语了。别上了，你们小心点，小心点，我可是会帮他女朋友出气的。太差了，起不来，会有半薪，在隔离会有半薪是吧？那也挺好的，就好好休息咯，做好防护啊。那餐费怎么算啊？TNT 又是什么？所以不是这首吗？你们说话说太快了，突然。算了，不看。要南普吗？谱吗？嗯，想说什么来着？没有餐费，吃饭比较麻烦。没有收餐费，应该是别人送过来吧？一般隔离的话，所以一般就没有另外给餐费。要唱南谱的吗？大胡是什么？真的吗？你要现场来看，要是眼纹再少一点就好。都怪我平常卸妆还是太粗鲁了。我没有播很久啊，这都是时间比较短的。对，我真的是真人比较好看。每次那个草字头打出来，感觉都像在骂人。嗯，泡面不要吃太多哟。有空叫叫外送也挺好，那我开始咯。不能常吃。嘿，姐姐姐姐，你今天怎么这么美？在我身边，这双麦绝对奥利给，心情全天都帮你变得新鲜，擦掉你的黑眼圈，元气每天。哦耶，姐姐姐姐真漂亮。哦耶，不许胡思乱想，放松自己，不要太刻意，别太刻意。深呼吸，再帮你打个气，帮你打个气。总有一天你会遇见命中注定，不管你选择怎么生活，它都会出现。如果想开开心，就别逼自己改变，请一直享受尽情的活着吧。冷静。无敌，不放弃。谁说单身有罪？要活得有滋有味。穿街很美，自由更贵。吃掉压力，别熬夜，生气伤身体。穿起蓝白 T， 遮住耳朵，关上噪音，别管他们。爱你的人始终都会爱你。超速应前进，去创造奇迹。哟，告白时间，
小时候大人们总是不在家，姐姐你一直陪伴我长大。五，是你教会了我爱和悲哀，别害怕，看着我吧，现在换成我保护你吧。哦，姐姐你真漂亮。哦，不许胡思乱想，我知道你已经够累了，这人生啊，这是随你怎么折腾了，相信我吧，总有一天你会遇见命中注定，不管你选择怎么生活，它都会出现。如果想想开心，就别逼自己改变，请一直尽情享受活着吧。万人迷是你，被告白超级冷静，气场无敌，不放弃。谁说单身有罪？要活得有滋有味，钻戒很美，自由更贵。吃掉压力，别熬夜，生气伤身体。穿反白 T， 遮住耳朵，关上噪音，别管他们，爱你的人始终都爱你。超音速前进，去创造奇迹。无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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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你的骑士，永不离去。满天银河，成为你身边最亮的星，守护你每个秘密。万人迷是你。被告白超级冷静，气场无敌，不放弃。谁说单身有罪？要活得有滋有味，钻戒很美，自由更贵。吃掉压力，熬夜伤身体，生气穿反白 T， 遮住耳朵，关上噪音，别管他们，爱你人始终都爱你。姐姐真漂亮，姐姐真漂亮。什么歌？噔噔噔噔噔噔。是吧，我也觉得好看，嘿嘿。对啊，就是真的漂亮。好像在啊，好像在啊，你要吗？这首不是点的，是我想放的。我想唱《门没锁》，会唱吗？我那天刚好听了耶，《门没锁》也还可以，但是我好像只会副歌，好像是什么。什么天都要黑了，你什么好，等一下我调个速度，我先唱完这首。你要点歌吗？想让我唱？哦，谢谢科普乐送的权杖，祝你有一根仙女棒可以实现所有愿望，永远不会遇到智障哦。天亮了，天亮了，地球又转一圈了，是爱活生生的存在着，没想着，没想到我还活着。穿越一场海啸，什么滋味？我终于亲身体会，天崩地裂，精疲力尽，灵魂不在身体里面，然而万岁万岁，终于和你有个了解。
你一遍我一遍，我们的世界最好别再重叠，别再回想那个太长太长的昨天，太多爱太多泪，别再这样浪费。天亮了，天亮了，地球又转一圈了，既然我还幸运的活着，以后去快乐。天亮了，天亮了，世界还是好好的，什么痛都是很渺小的，看太阳又升起来了。这是，哎，排个答案之书好。还有答案这首歌是不是？结束一段感情当然不像搬个家那么方便，太多细节太多随便，他一般会以那份房间，但是忍耐一点不去碰它就不危险。你没变我没变，我们到最后才懂弄这一点，人活着不就为了实现一个个心愿，好可惜我和你许了不同的愿。天亮了，天亮了，地球又转一圈了，既然我还幸运的活着，当然要全力以赴去快乐。天亮了，天亮了，世界还是好好的，什么痛都是很渺小的，看太阳不是又升起来了。我的心是我的，不会给你了，我是自己的，我很快乐。对啊，这首歌放慢很好听的，我觉得它有点太快了，比较欢快。我的麦呢？天亮了，天亮了，地球又转一圈了，既然我还幸运的活着，当然要全力以赴去快乐。天亮了，天亮了，世界还是好好的，什么痛都是很渺小的，看太阳不是又升起来了。下一首什么歌？谢谢夸奖。是这首吗？现实甜蜜，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。爱是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，无处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人就像患重感冒，打着喷嚏，发烧又受气，冷热交替，欢喜忧郁，乐此不疲。对啊，我还在，怎么了？很奇怪吗？叫人头晕的问题，什么叫爱情？但是那么的真实，
又很可以。研究过许多实验，还故事了，发现却想要解释越乱。所以说永远都强，永远都在，永远很遗憾。每个人有每个本不同的体验，那醉时而在飞，时而下坠，时而又落泪。动人电影自己体会，线条太贵。比如美酒，不会唱这段。晚安，好梦。好，排练好了哟，我觉得我很棒。现在就是刘海，我想剪厚一点，到时候就看我美美漂亮。嗯，真的。永远很缓慢，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计算。神秘的诺言誓言，全是谎言，自己去领悟。也许多年，也许瞬间，自由答案。所以说永远多长，永远短暂，永远很缓慢。神秘诺言誓言，自己他在唱什么？也许多年，也许瞬间，自有答案。这，哦，对啊，今天就排练好了。你能不能关注我一下房间，你再过来说我呀？谢谢梁 LX 送的，就是这个 Team Z 的荧光棒，祝你 Team Z 和你推和你越来越棒哦。Next one， 要答案之书吗？那等我一会儿啊，我去拿好吧。要排啊，但是已经排好了，但是还要去舞台了。毕竟是演唱会。iPad。
会照到什么东西，不该照的东西。没有吧。别买，别买。什么都听我的，因为我今天凶你了。等一下，来，我们把刚刚排的业务就是搞完，然后我们就好吗？我们就下了，凶人了。我觉得有点凶，因为事情太多了。就来送机的两位宝宝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就是有点着急了。可能这几天状态不太好，嗯。哎呀，你们才不要放在心上，你们不算放在心上就好。本来也不是，本来也和我们无关，对不？好，好，我只能用 iPad。BK 大回环或者2000吗？好，天猫精灵七号机灵 W0小天问，他2022年可以练出 BK 大回环和2000吗？是这样的吗？好的。我们小天问他2022年可以练出 BK 大回环或者2000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能会发生一些令人吃惊的事作为结局。我没有太多的要求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就好。吃惊，就你注意安全就行，好吗？下一个，好吗？那配配配配，快配，快配！我觉得有可能是你练成功了，而去参加比赛，拿到了大奖。没有看到为什么会安排。可能是根据那个握手的那个数据安排的，握手数据加上人气就是各种安排的。那下次见呀。对，我目前没有看到，有的话我跟你们说好吗？还有什么业务？好，你数学不差，笑死！真的吗？我不知道哎。哦，对了，你们知道为什么？你们知道？就是我不知道再说好不好哈。那是我想说，因为我不想在翻牌里面说，然后也没有什么握手会，因为我怕会忘记。就是说，我当时不是问你们那个，就是我们赛场的时候发的那个。零食还有那个饮料是就是是我们三家一起准备的，还是就是个别家单独准备的嘛？对，三家一起的。就是为什么，哦对，为什么会问
主要是因为就是好像说点了很多，就是成员点了很多，就是成员有一家就是好像是应援会还是什么的，点了很多，就是鲍师傅呀，然后还有奶茶呀什么什么的去后台，嗯，所以我只是问一下，但也不是不相信你们，我只是问一下，因为毕竟就是如果虽然说帮人家发东西也是好心，但是很怕别人误解，就是说嗯，对，不太好，所以我就只是问一下，嗯，你们应该懂，嗯，没有，后台那个就是他们的，因为后台那个他还有那个嗯杯套什么的，不是，我是说如果嗯，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外面那个是不是均摊的嘛，如果不是均摊只是个别家的话，我就是我去帮人家发的话，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声音这样子，嗯嗯，真棒，嗯嗯，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，不过我看他们好像都有蛋糕啊，没有蛋糕吗？哦，经常的水是自己包的，我没看到有水，冷餐是不可以有蛋糕对吗？因为我看倩倩他们是有蛋糕的，哦，冷餐不能吃那个，你也没看到水，因为给的包包里面没有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因为当时阿姨帮我收拾东西嘛，因为刚好我在那边拆快递，阿姨就帮我收拾东西，帮我拆快递，帮我拿箱子去楼下，真的我觉得很幸运，嗯，阿姨对我很好，她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公演吗？我说是的，她说哦，生日快乐哟，那我们等等是不是有蛋糕吃呀？然后我说是呀，结果没有蛋糕，对呀，她来了，经常早的没拿到，经常早居然没拿到，好吧，没事，下次给你安排上，下次握手后我再给你们点喝的可以吗？不行，我不能总是点，第五零握手会如果有答谢的话我再点那么几杯，先到先得，对，原来有蜡烛，然后还有那个反正有好消息了再点，因为我自己就是也没有什么，怎么还减肥啊，不是屌，你们居然不知道是谁，好了我下咯，哦，你们居然有人猜到了，好，现在都记得你们了，你们和我说晚安了吗？已经，我看不到前面，我没有爆破你啊，是他们自己猜到的。经理商量了，商量什么？
没关系啊，本来合作的事情就是比较麻烦的，我们一起加油，就是办属于自己的圣诞好吗？属于我们的圣诞好吗？对啊，合作就是比较，就是沟通交流合作就是比较麻烦的，人都找不到懒得讲。嗯，就是，那你们还不让我说，我当天晚上就应该说的。什么愿望？就应该打起来。渴望得到人尊重呢，想要得到尊重先尊重一下别人可以吗？理解一下我们可以吗？好吗？那我不是听话了吗？我又没说，那我去是委屈吗？你们就是窝里横，横你们是不是窝里横？是不是窝里横？就敢凶我？你看不想跟我吵架？对啊，你们就是设想我会做什么，然后就凶我。你看这句就很凶，对，你超凶，你也超凶，你最凶。以表立场。等一下，这个发黑了，咱们丢掉。就是啊，我都什么都没说了。我有一个玫瑰花的，但是得找一找。可以，我明天下午才出发。设计一个，我之前有收到过一条项链，是那个玫瑰花的，还蛮好看的，金色的。那我比较想，我想要的，想跟我就是这里一样的，但是那个感觉比较适合做手链。不止。不然的话就很像 tracker。
什么年后在的话，你在说什么？是你不在还是我不在？还有英文，手链，然后如果是项链的话，我觉得就要星星月亮就挺好的，就是星星和月亮，因为我是月亮，你们是星星。你们觉得呢？但至于是什么样的星星和什么样的月亮，然后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形式，怎么样的，你们看怎么好看就怎么。那总不能做泡面卷吧？月亮是不会发光的，但是星星会发光哦。你们发光照亮了我才对。你们才是泡面卷。不是家门吗？怎么是前程啊？星星点灯站里的家门。不要搞这种，这你的前程不对呀、啊！好了，我要下了。对呀、啊，三千人了，三千合影。晚安，好梦。